大家好，我是极限户外俱乐部的，也是这个全民健身俱乐部，然后就现在这个名字改成极限户外了。然后呢，这是我自己扎的这种皮筋子，下面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种的励志皮的，10块钱一组，扎好以后，然后这个是中共，外面是205i的，里面是163i，然后卡球工厂用的，10块钱一副，这种也是励志皮的，这个是加中共，这个是3065的，内串2050，6块钱一组，20组以上包邮，同时这个也是20组以上包邮。下面介绍两个，这是县委的爆皮，都是免费送的，然后这都是3060，这是普通组的3060串2050。然后皮筋的长度根据你们的需要，我可以让它变长变短。那一般都是扎好都是这样子的，然后配上爆皮给你扎好邮过去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马上就要把这两个红柳罐子给打串，现在我去拿一点子弹。我今天用的是这个黑金杠，这个是9.5毫米的，9.5毫米的黑金杠。然后我这个皮筋组也是3060，但是我比较喜欢蓝色，你们有喜欢蓝色的我也可以有。下来介绍一下这个红柳罐，啊，这是吸铁石在这里，把吸铁石拿下来，看好，然后这个罐子。没有孔的，完好无损的，这个关了也是没有孔的，完好无损的。这个关了我用手把它这里裂凹了下去，因为这关要放在底一面，所以我不想让子弹进去的时候会骗，然后就不会击中到这个关上面，然后会要派很多次，然后我争取一次成功。那现在看好，这个是没有弹痕的，都是完好无损的。那这次也是。完好无损，没有弹痕。这个是我平时练功的地方，你看上面的打都是单坑，然后后面是一块缓冲，然后被子啊衣服啊用不上了，就挂在后面。我给大家试验一下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打串。有时候正常情况下都是10发子弹，大概能串到1到2个，然后争取一次成功吧。进去相当不错，成功了，你看，从这里进去了，然后落点在这里出来了，然后从这里进去了，落点在这里被打出现了，子弹在里面没有穿过去，这个穿过去了，没子弹的。正式看一下，看刚才是我打那个砖的，因为我刚才捏的，啊，好，下面。大家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加我 QQ， 我觉得铁盘上都有，然后网店正在建设，因为实体店在搞着，有买的话可以联系我，谢谢大家。